二十二日，小乐伍思贤出席一日店长活动，人气大爆棚，现场挤满粉丝。他也趁机向大家宣布，即将回归音乐圈，要发专辑啦。这次算是自己担任专辑的制作人，这样，然后很多歌，大部分的歌都是自己，参与创作，也参与制作，所以过程中会比较繁琐一点。大概什么时候会推出吗？本来是希望三月，对，但是因为中间卡了个过年，所以也许会拖到一点点，因为大家都要放假嘛，对，总不能过年的时候叫比尔贾来拍 MV 吧。这个理由相信各位 lover 都能接受，就再给小乐一点时间吧。等不及的可以回去翻翻2018圣诞节小乐和王力宏那神一般的深情合作，能跟自己的偶像这样近距离接触，超级嗨。自己偶像弹钢琴，我唱歌是有点不太好意思，腿有点软，但是是很开心的，因为力宏哥，我小时候当然就是一直都听他的音乐，对，从小时候，对，从唯一开始，超爱唱这首歌的。大概几岁啊？那时候我真的忘记了，但绝对是小学，或更小一点。对，但是我力宏哥完全没变，依旧帅。你确定力宏哥听到小时候会开心吗？非凡娱乐台湾报道。